我和严雪的阻力不比你和小舅大得多。你俩小屁孩早恋，有什么阻力？你不懂，严雪她爸是严俊，以严俊现在和我妈那么密切的关系，搞不好我和严雪就成兄妹了，太可怕了。严俊是谁？ 你看看，咱们中午不是跟李阿姨约好了吃饭吗？这会儿怕是去不了了。你替妈走一趟，好吧？不是，你约李阿姨吃饭，让我陪着你去吃。雪，现在你不去了，让我跟她吃去。我跟她有什么好吃的呀？你给她打个电话吧，那正好回去。这不是李阿姨没有电话吗？那你就替妈走一趟又怎么样呢？我跟她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哎呦，你就替妈走一趟吧，别忘了带手机啊。嗯，行吗？行吗？嗯，那你要不舒服了，就给我哥打电话啊。哎，行，那我走了。哎。 跟我分手的吗？想得美！还没把你吃垮了，我就把你玩废了，这是我瞒着拿的错啊！哎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啊！我刚想起一件事儿来。 平时可我装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啊，那天见到我妈以后，怎么怂得跟耗子似的？毒蛇够厉害了，啊，她怕老鹰吧？机器猫够拽吧？她怕老鼠吧？钢铁侠够无聊了吧？还要怕老婆呢？这天底下是一物降一物啊，谁还没个克星啊？你老妈绝对就是我的克星啊。那我呢？你就是女神雅典娜，我就是星矢啊！你天天派各种大人 KO 我。 就是要给你，让你乖乖的，让你以后再也不敢给我耍花招。嘿嘿，哎，你要折磨我多久啊？嗯，先来个20年再说吧。20年？嗯。哎，对了，那你妈这个事儿怎么办啊？嗨，她又不能逼着我去结婚，不结婚就不结婚呗。 喂，哎，你好，马兰娜吗？啊，那个我已经到了。然后我在这个我背对着门口，然后我穿着黑色的西服，戴个眼镜。啊，好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好的，拜。到底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就我妈这点把戏，我早给她看明白了。 又相亲啊？对呀，我进去打他一顿行不行？打他老妈都不认得啊！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
这种小事儿让我自己去解决，带我永久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！哎，那你快点说。嗯，好好，么么哒。啊，么么哒。你是马丹娜，你好，李阿姨介绍咱们认识的，我姓郑，郑博。李阿姨都跟你说了吧？基本情况说了一点。行了，不用废话了啊，走过寝室吧。什么形式啊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形式？行婚，懂吗？骗骗家长，蒙蒙父母嘛，是吧？我看你长得不太像那种人。哪种人啊？我告诉你啊，都不重要啊，别废话了。下个礼拜我跟你去见家长，然后你再跟我去见家长，咱们两个人结婚。啊！不，咱俩还不认识呢，这是不是太急了点？假的嘛，假的，知道吗？又不在一块儿过。假的？啊！哎！啊！你男朋友没来啊？娜娜，哦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坐，哼，来了个朋友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妹妹来了，你男朋友呢？分了，哎呦，都不知道分多久了呢。哎呀，不提他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谁？啊，那郑博。博。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不是你想的那种。我失态了。啊啊！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来谈行婚的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不是，我不是我。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安敏真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情况不太好呀？啊！你的身体本来是有好转的，我托朋友从美国送来的药是针对你病情设计的，但你整天不休息，你免疫力下降，这药根本不能用了。你昨天把事情告诉他们了没？安丹娜和来福的事儿被老太太知道了，
我回去的时候，正赶上他们闹得不可开交，后来老太太气得心脏疼，老马晚上又发烧，我就没机会说了。所以你又没说了。你整天担心东担心西担心别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？你忘了上次你在这边怎么告诉我的？你说你要开心，你要快乐，你不要再管别人了。结果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戏不能再演下去了。你为了圆谎，把你身体给拖坏了，给搞垮了，谁负责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找机会，行了吧？幸福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用主治大夫的身份告诉你，你必须要休息。如果你不开口的话，我帮你开口。我告诉每一个人，你比谁都需要照顾跟休息。你千万别。好，我开心，我快乐，我不管别人的事儿，行了吧？我求求你别说好吗？先回去吧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清仓大甩卖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清仓大甩卖啊！哎，降价了啊！哎，帅哥，买点。找你谈点事。严俊。你在这种场合跟我谈事儿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你想跟我谈，那我也跟你谈啊。不知道张幸福跟你说了什么？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俩现在好，好极了，前所未有的好。昨天我发烧，他陪了我一天。俺俩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要跟我谈什么？我不是来听你的故事，我是来告诉你张幸福的事。严俊。20年前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跑美国去了是吧？20年以后怎么着，阴魂不散你又回来了，想拆散我们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觉得拆散一个家庭特别有成就感？是不是？既然你想拆，可以，我奉陪到底。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？都几岁的人，你说这些东西干嘛？行，那你想说什么？啊？无外乎就是。让我把张幸福让给你，是这意思吧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话都不想告诉你，但我提醒你，拆散你和幸福的不是我，是吴小璐和你自己。好，你既然谈到了吴小璐，我告诉你，我和他现在没有任何联系，我们俩没有来往。马哥。你怎么来了啊？咱们不是不来往了吗？你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吃饭吧，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饭吗？你俩好好聊一聊，看晚上吃些什么。哎，严俊，你别走，俺俩没什么好聊的。严俊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说咱不要来往了吗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要工作，我要工作。我行，我帮帮你呗。我他妈不卖了！活着的吗？咦，有味儿了，肯定是给我调包了。
欠我老太太，不行，找他去。走，干嘛呀你？干什么呀你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鞋垫可是纳米技术的啊。纳米技术鞋垫啊？我这个在你市场里一人一双的话，这绝对赚钱啊。你谁呀？像你这种不想办证、投机取巧的人，你别说我现在没有摊位，就是有摊位，我也不可能给你。规矩我懂啊，这样，咱们三七，四六，我最多五五行吗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你这是行贿啊！一边去。还挺清廉啊。哎。不卖就不卖嘛！老太太，你卖的什么虾都臭的！不是你谁呀？我谁？我早上给你买虾的人，你早上才买给我的都是臭虾！真逗，这市场这么多卖虾的，你怎么就赖上我家了呀？就是你早上卖给我的，我早上给你100块钱，你找我12块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就赖了。哎，不是你想讹人是吧？啊，我怎么讹人？你到别人家去，你说这虾我们家的啊？来，这虾认识我吗？这虾认识我吗？这虾是不认识你，可我认识你。哎，各位，别到这家买了啊，这家的虾不能买呀。你说得老年痴呆了你啊？我什么老年痴呆？你说这虾我们家的，谁能作证啊？哎，特别老李能作证吗？啊，你们谁能作证？啊，不能买啊！这家的虾不能买，不能买。你臭虾，这家的虾不能买。不要买这家的虾，不要买这家的虾。我们这都是活虾，没有活虾，没有活虾。不能买虾是臭的。你给我别滚！我有事儿，我腰闪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你啊？啊，你推老太太，这万一有什么后遗症，你下半辈子拉屎拉尿照顾一辈子啊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你谁呀你？我是谁你看不见啊？我啊，不是我怎么没见过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就来换老刘的班，就是让你卖臭虾推老太太啊？你说这事怎么解决吧？不是，这虾不是我们家的，这个虾还不是你们家的啊？哎，你自己闻闻，你自己闻闻，哎，什么味道啊？我告诉你啊。按照这边的管理条例第25条啊，凡是以次充好、以坏充好、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，我都是可以取缔你摊位的啊！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那就别干了！大哥，您看这事该怎么解决？知道错了啊？那你问老太太。大妈，这样吧，钱我双倍还给你啊！我钱的那个双倍还给你啊！还有呢？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推大妈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啊，大妈。对不起，阿姨，那个，要不然，哎，咱们再去照个 CT 光。我走了。好，行，我要上医院。阿姨，自己小心点啊！慢点，大妈，阿姨慢点啊！哎，你干什么玩意？你卖这东西干什么？你告诉你，卖什么东西这么臭啊？你去卖大肠好了。什么臭虾啊？臭的要死！大，你看这事能不能这么算了？大闸蟹还不错嘛啊！哎，媳妇儿，快，给大哥装两只。现成的。啊，行了，就这样，走了啊，拜拜，散了，都散了啊，散了。卖鞋垫的又是你，冒充市场管理员，你从哪儿偷的红袖章？你是假的你啊？不是，我是可以解释的啊。冒充管理员是违法行为，必须受到严惩。哎呀！哎呦，忍着点，一下啊！啊！行了，别嚎了，刚才不是挺行的吗？人家都为你出头了，真是。真要遇到坏人，他行吗？要是真行的话，一开始怎么不上去跟人家打呢？不是，阿姨，我本来吧是想智取的。智取的？哼，整个的一个坑蒙拐骗，有点真本事吗？
人家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有完没完了？咱家那个跌打损伤膏呢？拿出来给试试。瞧不上这种没能耐的。哎呀，我就喜欢你这没能耐的样子。哎，阿姨说的也有道理。不是，阿姨啊，我知道你喜欢哪种类型的。你下次啊，你再去买虾，啊，我上去直接就打。啊，我连那个一筐虾也一起打。行了行了，该喷的喷，该吃的吃，吃好喷好，就赶紧走吧。要是再不行，就打120到医院去瞧瞧，我这儿还有事儿要出去呢。哦，哎，你慢走。你要是再打了，你叫我。你疼不疼啊？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哎，这外用的药啊，叫我该吃就吃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丈母娘，这块骨头太难啃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一帮人围着打我呀，一个一个轮流打，足足打了一个小时。那城管也不管管啊？城管也打我。对啊，我也是说说。啊，宝贝宝贝啊，我也说。哎呦，这真哭了，刚刚。我以后陪你不见了。没事，打打就习惯了。事儿要问你，你可要实话实说啊！阿姨有事您就尽管说，要不让我办公室聊吧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小罗，嗯，幸福跟严俊他们的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您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严俊不是幸福的同学吗？同学？啊。他们是不是走得很近啊？啊，你大概也不知道，啊，我也不难为你了。啊，也许我多心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阿姨，您等等，这有些话呢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不该讲。嗯，我也希望马哥跟幸福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个。咱们背后这样说人家，好像也不太好吧？哎，小璐，有什么话就跟阿姨说，阿姨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嗯，是这样哈，嗯，就是严俊的女儿叫严雪，在幸福他们班，好像严雪不太喜欢幸福，可能是因为上次，嗯，有人把幸福跟严俊的照片贴到学校的海报栏上了吧。照片？什么照片啊？没什么。什么照片嘛？啊？您看哈，就是这个。这照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觉着应该是他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吧，要不就是同学恶作剧。你也知道哈，阿姨现在这小孩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哎呦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强子都没跟我说呀。那个马哥肯定是怕您担心，这个之间我觉着肯定是有误会。我觉着只要他们俩能过得下去，咱们这些外人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吧。他们过得下去，我可过不下去了。阿姨，你也别太操心了，没准他们现在已经都断了呢。断了，不管他们断了没断，这件事我非弄清楚不可。小璐，嗯，谢谢你，改天到家里来吃饭，啊，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嗯，那我不送你了，哎，您慢走啊。哎，好的。幸福，我得不到马哥，你也别想得到。
咱们来个鸡飞蛋打，一拍两散。带饭盒呢？啊，妈。啊。带学校中午吃。哦。幸福啊，嗯，那天在楼底下，我看到个学生家长，好眼熟啊，是吗？是你大学同学吧？姓严。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些事儿啊，想瞒是瞒不住的。啊，今天的带鱼做的不错，多带点儿啊。吓我一跳，来了怎么不叫我？你熬夜啦？嗯，两个急诊，没睡好。我知道你熬夜了，所以给你做了好吃的犒劳你。打开看看。哇，好香啊！爱吃的吧？嗯，好久没吃家常菜，感觉特别温暖。严医生，哦。25号床病人，他找您。你看吧，医生真忙，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那忙完了一定要吃啊，必须给我吃干净。吃完了告诉你好吧。对不起，护士小姐，我想找一位严俊严大夫，他在哪里？严主任在查房。哦。严主任，有人找您。啊，您就是严俊严大夫？是。请问您是？我是幸福的婆婆。哦，伯母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有点事儿想找你谈谈。是身体方面不舒服？哦，那倒没有。有。我身体不舒服，我心脏不舒服。心脏部分，哎，我不是专家，我可以请同事帮您看。哦，不用了，找您看就行了。我心脏不好，我好像得了心脏癌。心脏癌？哎，伯母，哎，这个心脏癌，我从事医学工作那么多年，没怎么听过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你把心脏的问题误以为是癌症？这样吧，我帮你开几个项目，您做个检查。不是，我就是这心里头啊，老是乱糟糟的，心里不舒服。哎，还不都是让我那媳妇儿害的，心里闹得乱糟糟的。那你就多静养，多休息嘛。啊，严大夫，你跟幸福是同学啊？对，大学同学。啊，你们走得很近啊。就是老同学而已。哦。严大夫，有对象了吗？目前没有。啊。严大夫，我可劝您一句，要找对象啊，要找年轻的，最起码也是30来岁，这40岁的，哈，
很快就五十了，五十以后就六十，六十七十，这很快就老了，没看头了，是吧？严大夫，嗯，啊，您是留洋的吧？我也知道您在外头受过洋教育，喝过洋墨水，这咱们中国这固有的文化还是必须要遵守的，是吧？嗯。老话说，朋友妻不可戏。虽然是老同学，这人家夫妻感情就算不好，可也不能插一腿。有些事儿呢是可以做的，有些事儿呢是不可以做的。做人呢要自重，要自重啊。谢谢伯母您的提醒。哎，那这个化验袋我都帮您开好了，您可以去检查啊。哎，好。嗯。哎呦，严大夫还带盒饭来吃啊？啊，对，您还没吃过吗？啊，那一起吧。啊。哎呦，这饭盒我看着好眼熟啊。那就一起用吧。带鱼。这带鱼，我认得它，是我在菜场买的，我洗的，我腌的，我煮的。你看，它两只眼睛还盯着我看着，我可认识它了。你还说跟幸福没什么事儿，这幸福给你送来的吧？你明明就是跟幸福有一腿，朋友妻不可戏，你不明白吗？你伯母，伯母。如果你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问你儿子马三强，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当然要问清楚，我要维护我们家庭的幸福。为了我儿子，我豁出这条老命，我要维护我们家庭的幸福。我告诉你，带鱼我当了喂狗，我也不会给你吃的。我。你妈可真行，跑到人严俊那儿去闹，还把菜扣在脑袋上，呵，太好，我妈干得漂亮。你给我严肃点啊，你妈都跟你学的，那人严俊怎么做人呢？呀呀呀呀呀呀呀，他不是做人挺成功的吗？你操什么心呢？嘿，马三强，我告诉你啊，张幸福，是你答应我的，配合我演戏，要演咱就好好演啊，别让我妈看出点破绽来。哎呦喂，就这一阵没见就想是不是？想死了是不是？你至于吗？你就不能不去看他呀？管得着吗？妈。妈。嗯。爸妈。啊。一桌的带鱼，我都要崩溃了。奶奶，怎么昨天吃了带鱼，今天又带鱼啊？哎，你这孩子，昨天我没吃够，你也没吃够，都便宜别人了，今儿个就多买一点，大家吃个够啊。你说的谁啊？吃饭少说话。奶奶，可是带鱼真不好吃。没有我妈做的好吃。是啊，你妈做的好吃，你都吃上瘾了。多吃点，吃不完，倒了我也不便宜人家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饭都不吃了。家里菜不好吃吗？出去散散步。哎，天喜，跟你妈去。我不去，我饭都没吃饱呢，我回屋吃了。哎，那你去。饭都没吃就出去，是不是去找那个严俊了？妈，你别在这上嘴唇下嘴唇，一碰就胡说八道，行不行啊？什么叫找严俊呢？他给严俊送带鱼，是我让他去的。你看啊，上回我找工作的事儿，人严俊帮了忙；马天行出事儿，是严俊帮了忙，是吧？送点东西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现在是孤家寡人。怪可怜的吧？哦，说瞎话，还挺。
挺溜的啊。我什么时候说瞎话了呀？妈，有些事儿吧，你搞清楚了再去问人家。你说你就那么去了，以后我们两家还怎么相处啊？他们之间要是没什么，你为什么去砸人家车啊？喝高了吗？喝大了吗？你就失控了吗？那我骂他，他为什么不反驳呀？人家是个文化人，怎么的？你的意思在跟你打起来啊？哈哈，嗯，你呀，别拿人当好人，人家把你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吴小璐都跟我说了。他们俩在学校就不清不楚的，还有照片呢。吴小璐还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张新福同事他们说了一些风风雨雨的事儿，无风不起浪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妈，那个吴小璐的话呢，你也别听啊。还有，你也别怀疑张新福啊。你就那么相信他？你小心净护着他，把家都护没了。妈，我相信他跟那个严俊吧是清白的。啊，再说了，我跟幸福的感情啊很深很深很深。哎哎，吃饭吧。哎，全世界的人都精明，就我儿子是个傻蛋。吃饭吧。别看了，今天的事儿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所以你就特别准备带鱼给我吃啊？嗯。这事儿发生在医院，会不会对你特别不好啊？哪一方面的不好？是指我交女朋友的不好，还是说对我外科医生主治大夫的名誉不好？说实在的，我真没想到假夫妻这件事能把你牵扯进来。你说咱们非但不能光明正大见面，还要背负骂名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好了，别对不起，吃顿饭搞得这么严肃，一直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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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都没胃口了。我特郁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在乎这些。说实在的，我反而比较在乎是，照阿姨这么闹下去，你这出戏能演多久？是问题啊，得想个办法吧。嗯，家的银行卡密码是不是还是幸福的生日啊？啊，对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没事儿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就问一下。那就这样，哎，好，再见。嗯。我忘了啊，我马上转啊。请输入卡号和密码。对不起，您的账户余额为零。我的钱呢？
上的钱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卡上的钱怎么不见了？会不会是马天行给取了？怎么可能呢？30万呢？30万？嗯。不会谁已到了吧？到了。走走走，报案报案。哎，上哪去啊？咱俩吃饭去。美华，那个幸福卡上的钱没了，我们准备报警。哦，我取走了。啊？啊？我看卡上有30万，那么多钱，我就给你们买了一个什么理财产品。哎，没你们的身份证，我用我的名字，你们不介意吧？妈，你开玩笑呢吧？哎，怎么开玩笑呢？这么多钱放在火储里头，哎呀，那太可惜了，要钱生钱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。妈，你在哪家银行做的？我现在就让他退出来。哎呦，晚了，这种理财产品啊，要3年，3年以后呢，连本带利都能够，哎，就才能够取出来。你看这怎么办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你怎么干这事儿呢？妈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我的钱，你怎么给我们做主呢？什么你的钱我的钱，一家人，强子的钱我还不能，这是我的钱，不是他的钱。哎，这就奇怪了，你们一家人为什么要拆开两个账户？你是在公家干什么用？行行，你别问了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你别管，行吗？那我为什么不能管啊？我是一家之主啊！我是一家之主，好吗？你俩都少说两句吧，啊！你的意思是我多管闲事了？妈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听听，他说的什么话？他不是妈妈妈，是这样，我们家的钱吧都是他管，理财呢也都是他管。哎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弯呢？我现在就去银行，如果我拿不回来30万，你给我凑回来。哎，行。哎哎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哎，你看看他这什么态度啊？对长辈的一点基本尊重都没有。哎呀妈呀，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人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人不靠谱，钱不能不靠谱啊。妈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这样的话不是制造矛盾吗？那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那么怕他呀？行了行了，妈，你就别在这裹乱了。我没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。你别生妈的气了，他也是一片好心呐。什么好心呢？他就是在监视我。你妈这次来，天天找我麻烦，我怎么做她都不满意。那她多大岁数？你多大岁数？不跟她一般见识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你结婚20年，她没有一天给我好脸色。我这跟你离婚了，我还要受她的气。反正这黑3年就到期了。不过我查了一下，这个项目还不错，你就全当投点资了呗。我不要投资，我要钱。那现在取不出来啊！我不管，我就要这笔钱。你干嘛这么着急啊？我就是着急，我等不了了。你这样吧，我这个人呢，不是说离了婚以后就撕破脸争家产的人啊。我把房产扔给你，如果3年你没拿到钱，你就把房子卖了。马小强，我陪你演戏已经仁至义尽了，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天天觉得我在后悔之中度过，行吗？